Yeah.
工啊，是台南市的童工。干嘛用用老表弄的手，你们敢不敢做干部呢？做干部先看你。完完，料料，弄料。
没有吧？我去三四点呢。应该搞定了，到了点五点。到点五点开始接了，到了十五点。其实那些做了，结束了，你在抽查，我弄起这了。